既然已经过十一点，我们要不要做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？那个，今天太晚了，明天再说吧。不行，这件事儿只有晚上才能做。不是很好吧？艾老师是不是从小到大都没有？十一点过了，去东湖啊？我说这些你吃得了吗？谢谢。艾老师，我问你啊，你知道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是什么吗？是夜宵。夜宵？赶紧找找。我就算了吧，我晚饭之后没有吃东西的习惯。你这个十一点以后就睡觉的，还是一个没有微信的人。认清现实吧，你呀，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艾老师了。所以啊，我更不能打破自己的底线。哎呀，你就吃一点嘛。我不吃了。过来，我跟你说。嗯。小时候喜欢一个人，最怕家里人知道，就像是黑夜里的一盏小灯，悄悄地点亮了心底的小秘密。长大以后才发现，这份喜欢得到家人的接受和祝福时，小灯泡就会变成大太阳。所有一起分享这个秘密的人，都会被温暖的阳光笼罩着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